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第十期 TVB 艺员训练班毕业生刘德华。首先恭祝 TVB 56周年生日快乐。当年我同大家是一样的，在这个舞台上高用心落力的演出，一起去成就台庆这个大日子。今日舞台是属于你们的，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初心，为每一个角色每一句对白全力以赴。最后送上不能演一切好东西，无论气氛再小都花却了心计，为了干活用半世，没有一秒浪费，活着是沉迷。大家一起加油。
We'll be right back.